先我们要恭贺我们的中天新闻转战网络周年大胜利大成功啊！自从去年中天转战网络之后呢，那我随时随地呢都拿着我们的手机呢，可以看到中天最及时的新闻跟资讯啊。那现在我们要听到所谓真实的声音，也只有在哪里？也只有在中天新闻，也只有中天新闻才能抵抗目前的环境所谓的一言堂状态啊。所以辛苦了所有中天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由于你们的付出呢，我们才能确实掌握最正确的资讯啊。由你们的努力，我们才不会被这个假的新闻所蒙蔽啊。加油！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中天啊，在网络上能够发光发热，越来越让全国的人民知道什么叫做人民的声音。